瞧，那水下的东西在动呢。这家伙就是海洋界的大明星鲸鲨。鲸鲨们正摇着大尾巴前进呢。每个鲸鲨的斑点都不一样，这样它们能被区分出来。哇哦，看旁边的小鱼和鲸鲨比起来，差距也太大了吧。没错，这家伙足足有10米长，皮肤还有点灰灰的，带点白色斑点，看着可真美。那些小鱼们在鲸鲨身边游来游去，太可爱了。